哇塞，这么多！我来抬吧。哇，这手镯应该可以买一张保时捷了吧？明个老板，哎呀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来，坐。哇塞，坐。我还是第一次来你家，是。刚刚导航导的好久，然后一直没有找到，因为之前你不是在我们家直播间去卖货吗？然后的话，我有很多的粉丝，然后又想找你买货啦。你看看你最近皮肤又变得那么好，我的天啦！谢谢。这个是涂的那个老棉粉的哦，老棉粉。德拉卡嘛，就是。德拉卡，你也可以涂的。缅语的话就是“德拉卡”的意思。哦，好漂亮啊，美的不要不要的，我的感觉。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好多？是。天天在家里面睡觉吗？是的，这个货嘛，人家疫情原因给的太低了，你看货没有卖就饿瘦了嘛。饿瘦了，小姐姐真会开玩笑。他的话是一个缅甸华侨的，然后的话经常在大陆就是说卖手镯，他的话就是主要是沉迷于手镯吧。我觉得你这个房子好小啊。对呀、这里在中国随便住啊，在家里有好几套房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呀，深藏不露。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看一下呢？你想看什么吗？我想看手镯呀，肯定是。有，在这。哇，你这个手镯放在下从下面的吗？对。这要太任性了，来看一下。我的天哪，行行行，我让你。哇塞，这么多！我来抬吧。哇，这手镯应该可以买一张保时捷了吧？这都是新货的啊，全都是新货吗？对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的天哪，哇，这只的话是带只洋芋色花的，种水好好哎。是。哇，这只应该价格不菲吧？这个。哇塞，美的不要不要的。8万多呢，这个。这要8万多？对。哇，这只漂亮。那你看一下这个圆条，圆条也好看吗？哇塞，我今天还特意的跟你说，然后给我找一些圆条的手镯，果然这一只好看。哇，这只好冰嘞，好美好美。哇，对，飘花的高冰啊。哇，这一只的话蛮娇快哎，起的好好看的。是的，这个应该要的高吧？这个30万。30万。对。好东西就是这样的，价格也打得也不便宜啊！我的妈呀，我再看一下其他的好吗？好看。哇，这些哦，这里还有一条小条子的手镯，同心镯。哇，这你别说，这只还带了一条色花嘞，这是风镯，好美。这只的话，而且还有种水哦。对，框板，你看框板。哇，这里还有智能钛吗？对。哇，这只也很美，这带点小红翡的，种水很漂亮哦。框板大灵胎呀、哦，对，这是智能胎。我觉得遇要遇有缘人，因为这些东西的话自己喜欢才会对得上去。是的。哇塞，很漂亮哎，我的妈耶，小心这个手镯的话要轻拿轻放。哇，你住那么小的地方放那么好的东西，你不怕被人抢吗？就是住小了才不会被别人抢。好看的对不对？对。哇，这只很美，看一下带紫一点的。哦，这里你看款式很多的，款式有很多。对，这是细条小细条的，肉质非常细腻，这个也很美哦。大圈口哎，大圈口的话很少见的，这个应该有62圈口的吧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。哇，你怎么没有出去跟他们玩了？现在不太想出去了，要看货了这个。哇，你的货真的是很美，那我就谈这一只吧，好不好？你这只给我打个实在的价格好吗？这30万。30万又太高了。你说个实在的价格嘛，疫情嘛，所以就人家给他太低就没有卖。你说个实在的价格好不好？不可以。行吗？这个30谁看得到？我看不到那么高，小姐姐，人长那么漂亮，心那么坏，真的是脑力不好使。这个30万嘛，就30万嘛，我就30万，我可以去买一辆车了。但是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上手的效果应该很不错的，给你们看一下上手的效果，好美呀、这只看起来又简单又大方，而且它还是要圆条，圆条本来就废料子，价格的话也是打得很高的。这只就别说了，我给你12万。太低啦，你上次都给我那么低，你上次给我买那么多。不低了不低了不低了，就这个价格。不可以。行吗？这个价格太低了，人家行啦，哎呦，给了15万了，这个。就谈这一只。不可以。其他的我就不谈了，给你放在床上去，你慢慢抱着睡。这不可以啊，这个。抱着钱睡它不香吗？非要抱着货睡，真的是。今天我出门来的时候就带了一点钱，不多，你可以看一下嘛，我今天就只带了2万块钱不到一点，然后我先付你个定金回去，我给你拿钱，叫助理给你送过来，好不好？这个太低了，哎呀，算了，你收回去啊，这个太低了，这个本钱不到，你每次给价太低了。我用微信转给你行不行？不可以。啊，不可以。不行吗？不行。这次12万真的是不能再加了。
不可以，这个15万都给过了。12万5千最高了。啊，不可以。12万5千姐，你给的太低了，每次都给的。那你只要30，我真的看不了。嗯。你看啊，你这只，它这只的话虽然是好看，但是的话就是说原条嘛，它这条的话就是除了价格，其他的话没有啥挑剔的。考不好行吗？行的话我就给你开了。不可以。12万5千啊，不可以。那你脱下来不要了。等一下摔掉了。啊、我取下来给你好吗？啊、不可以给。你不行的话我走了。太低了，不行不行。那我就放在那我就放在下面去，等你走了，我就走了吧。我再给你加1000块钱的小费，你行的话就开张。1000块钱。加2万啊，不12万，12万6千。哎呀，不可以。给你小费行吗？20万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不要20万，20万太贵了。来，你先点一下，这里有现金。哎呀，然后不可以、啊。等一下不够的，我叫我助理去送过来给你好吗？太低了。哎呀，真的可以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可以，你点一下，不行的话我就走了。哎呀，太低了。太低了，这个20万，最后一口价13万，行，我们两个就开张，不行，我真的不叫了，太低了，那就你给那么低，那我就走了，那我就走 了，你行的话我就给你开张，最后一个价格，妹妹、啊、你考虑一下，13万可以了，太低了，13万可以了，不行我就走了，哎呀，好，从来没人给这么低，13万，现在疫情、嗯、谁都不好做，好给好给，就13万，多的真的不能叫了。啊，不可以，那我走了，太低了，你行的话我就帮你开张，不行我就过了，不行，你自己考虑哦，考虑好了给我，哈拉哈拉给我呀，哎呀，好不好？不可以不可以，行了行了，不可以、啊、下次 多加一点嘛，哎你多加一点，哎呀可以了，看你都拉我2次手了，我都想知道你想卖，来吧，拿着，等一下不够的我再给你送过来行吗？就这一只，再加一点、啊、哎呀可以了，不用再加了、哎、行了可以了可以了，多多挣点，多多挣点，多多挣点，多多挣，下次多多来，多多来。哎、我把手都拿走了。买那么多了。对呀、啊，我都给你买那么多，你给。对，哎呀，要是别人我都不卖，哎。你数一下嘛，数一下这一只。别人我都不卖。给你看好了，就是这一只哦，13万，可以漂亮。你数一下钱，你别这样数，你好好数，不少一张我都不负责任。这里有2万。哎、我感觉好低啊。这里有2万，我回去再给你包11万过来，好不好？行的，来包包，给你个包包，下次多多给你开张，给你开张。